什么？要做齐天大圣？再与我派兵收缴。陛下息怒，小小妖猴能成多大气候？依老臣之见，莫若再降到招安的旨意，就封他个齐天大圣的空衔，有何不可呢？陛下，臣的意思是叫他有官无禄，有名无实，也好约束于他，免得再生事端呐。烦劳你前去通禀，就说金星奉旨前来请他。老头，上次就是你骗了我家大王，这次不见。我这次来，是请他上天做官儿。做官儿？还是那个养马的官吗？不，这次是请他做齐天大圣。齐天大圣？我家大王。有劳，起刀门！大圣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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大行军此番前来是讲和呢，还是讨战啊？不敢，前番都怪李天王贸然兴兵，什么？与小仙无干呐。哦，是小仙奏明玉帝，这才免动干戈，派我前来传旨，请大圣上天。是不是还做那个弼马温？是。不，小仙今日是奉玉帝的旨意来请大圣上天受封，就任齐天大圣。可不是骗我。大圣尽管放心，随我前去。大圣，此番若再有差错，就拿小仙问罪便是。哦，老行军贺外，多谢啊。好，请。大圣请。
圣，你看，这是万岁特命为你建造的齐天大圣宫。啊，今日在凌霄殿上又赐你金花玉酒。大圣，此番可够风光，够荣耀了吧？哦，老新君，亏你保举，如今老孙在天上也有府地了。啊，来来来来，陛下，那齐天大圣每日闲游，结交天上众星宿，不论高低，称兄道弟，呼朋唤友啊！陛下，长此下去，只恐闲中生事啊！哦，速去宣召孙悟空，命他掌管蟠桃园，免得他闲来惹是非。是。蟠桃园，好一座蟠桃园。怎么有空到这蟠桃园来啊？我奉玉帝差派管理蟠桃园，特来查看呢。你是何人呢？说说。我是这园中土地。哦，大圣奉旨前来，就请过目查点吧。大圣，这园中共有桃树3600株啊。大圣，这前面的1200株3000年一熟，人吃了可以身轻体健呐。大圣你看，大圣，这中间的1200株是6000年一熟啊。大圣，说说，你看，人吃了可以长生不老啊。长生不老。大圣，快来，这后面的1200株9000年一熟，人吃了以后，大圣，人吃了可以与天地同寿啊。与天地同寿。不可擅动啊。老孙困倦了，你且到园外看守，让我在此歇息片刻。好，小神告退啊。
众位仙娥，请，请。众位仙娥驾到，有何贵干呢？今日蟠桃盛会，我等奉王母娘娘之命前来摘桃。仙娥有所不知，如今玉帝指派齐天大圣监管。去禀报于他才能进园呐。这怎么？那齐天大圣呢？大圣，大圣，大圣，大圣啊！大圣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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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圣。大圣官服在此，他人呢？姐妹们，咱们分头去找吧。好。大圣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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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圣。有吗？找不着啊！寻不见大圣，我们先去摘桃吧。哎呀，不行啊！误了摘桃，王母怪罪下来，你担当得起吗？仙娥息怒，仙娥息怒。要不你们姐妹先去摘桃，等大圣回来，我再禀报于他。姐妹们，摘桃去吧。Thank you.
仙桃，我来，我来。啊！你等是什么人？竟敢偷摘仙桃！大圣，今日王母娘娘要做蟠桃盛会，我姐妹奉命到此摘取仙桃。哦，我来问你，王母娘娘设宴请的是谁呀？啊，请的是西天佛祖五百罗汉、文殊普贤、灵机菩萨、福星、禄星、寿星，哦，还有镇元大仙、哦、太乙真人、赤脚大仙，各路神仙都有。哦，各路神仙都有。啊，可曾请我齐天大圣？啊？那倒不曾听说。啊？你们摘桃去吧。哼，什么齐天大圣？原来是个毛猴呀！哼，小小的弼马温，还想赴什么蟠桃盛会？停！哎，赤脚大仙，你到哪儿去？王母相邀去赴蟠桃盛会呀、啊！老孙正是奉命去邀请各位大仙，玉帝有旨，请先到通明殿见礼，随后一同赴宴。嗯，往年总是瑶池相见，怎么？哎，大仙，你不知道，今年改规矩了。多谢相告啊！多谢相告。
了两个嘴了。哎呀！的香果，把老孙带回山去，给孩儿们尝尝鲜。刘立功，我怎么到了太上老君的他房里来了？哎呀，开门，开门，开门！这老头到哪儿去了？叫你跑，啊，这怎么？这是怎么了？哦，
实才那妖猴假传旨意骗我去通明殿，这定是他来此扰乱蟠桃盛会呀、啊！哎呀，太疯了，这还得了啊！不好，我的仙丹！妖猴扰乱蟠桃盛会，盗吃仙丹，罪在不赦。李靖，在，速发10万天兵，布下天网，剿灭妖猴。遵旨。
神通广大，天王他招架不住了啊！十万天兵都难以制服妖猴，众卿还有哪路神兵可以去助战呢？贫僧保举一员，是哪一位？灌江口二郎真君。你是何方小将？可是来归降我齐天大圣的吧？我是玉帝外甥二郎显生真君，奉旨前来擒你。哦，哦，想当初玉帝妹子思凡下界，与阳君匹配婚姻，生下儿男。长大之后伏笔桃山救出生母，啊，可不就是你吗？啊，休得啰嗦！这庙宇定是那妖猴所变，待我捣毁他。这妖猴怎么不见了？陛下，这妖猴飞走了。去就来。是是。拿下来。是。这。
放下。是。嗯。文书给他看看。爷爷，这里文书多见，请爷爷查看。请看，请看。我这里还有呢，去。爷爷，快快念来。是，爷爷，这是赵家求子的文书，这是钱饼告病的良药，这还有孙家求，这还有李家给他求亲的外甥，要给您。二郎神，你的庙宇已经姓孙了。耀红，哪里走？有何兵器？这是何物？金刚圈乃我防身之法宝，水火不惧，能击万物。哦，那快快。好。稍时将妖猴斩首，请菩萨一同观看。贫僧告辞了。
一老儿，你们有什么招法都使出来吧！啊！雷劈妖猴！妖猴吃了蟠桃仙丹，已成为金刚之躯。莫若将它放入八卦炉中，用文武之火煅烧它七七49日，必将化为灰烬。好。这个妖猴偷吃蟠桃，盗我仙丹，自作孽，不可活呀！老头，你先别高兴，俺老孙还活着呢。啊，师父，他还没有死呢。闪！闪！哎，